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李老师。今天老师来教你们画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毛毛虫。老师教你们做个毛毛虫，但今天老师来教你们画一个彩色的毛毛虫。那我们准备的材料有白色的纸，还有6根彩色的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6根彩色的笔，还有一根棕色的笔。棕色，那我们首先呢，先把这个树干给它画上。我们画一个树干。从上面，小朋友来看啊，从上面我们一下画到下面，画一条竖线，下面粗一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再用红色的画毛毛虫的头，画一个圆，来，小朋友看啊。画一个圆毛毛虫的头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画一个毛毛虫的头，红色。我们再用，那老师用粉色吧，画第二个圆，画第二个圆，在这个红色圆的下面画一个小小的，比这个红色小的圆。我们再用黄色，小朋友可以用其他的颜色，我们可以变化着来。黄色、绿色。都是画成一个圆，绿色，还有这种绿，老师还用一个紫色，对，我们就画成这个样子，我们再给它画上触角，还有它的眼睛、嘴巴，我们用黑色的马克笔给它画上触角。来，小朋友来看啊，触角弯弯的，嘟，前面再画一个2个触角，眼睛，黑色的眼睛，嘴巴，大大的嘴巴在笑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。我们再给毛毛虫画上脚，2个小脚，每个上面我们都给它画上脚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再用绿色的，在这个树干上面，我们画一些小小的小嫩芽。树的小嫩芽，画一个圆，再画一个小圆，画一个大圆。来，小朋友看啊，画一个大圆，再画一个小圆，大圆，小圆。毛毛虫慢慢的爬，对不对？大圆，一个小圆，给它树干画上绿色。那我们再用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再装饰一下，毛毛虫就画好了。你们看，毛毛虫就画好了，漂亮吗？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再见。